天做菜的角度来讲，如果说我们不带着机器人跟人对决的这么一种概念，我们分不出哪个是机器人，哪个是人工操作的，难分不出。因为所有的配料是一样的，所有的调料是一样，所有的主材是一样的，啊，操作过程也一样，而在时间短的时间内都把它做成了。机器怎么样做出来的菜比人做的更好吃，需要我们一些大师精英人士去研究好的配方、好的调料、好的这步骤、好的方法，然后传导给机器人，让机器人做出的菜会更符合我们的口味。